老铁们看一下咱们这款带有 4K 高清摄像头的遥控无人机哈，咱们家这一款是充电款，充一次电可以飞30分钟左右，来直接给大家上演示哈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来一键起飞，就算是新手也可以飞哈，就算是新手也可以飞，来最高可以飞到300米哈，最高可以飞到300米，来一键翻滚也是可以的哈，来下降哈，降落一键翻滚啊，没什么电了哈，老铁们没什么电了哈，来一键降落 OK， 喜欢老铁。